咱福冈人发展就爱走入小区，尤其这几年来，教育部对大学一再的提醒讲，咱就要尽咱家己的社会的责任。所以社会责任就是讲，大学爱教社区，爱教呢，咱的你讲宜兰地区呢，共同成长，共同成长。啊，个呢，咱囡仔。因为还好投资，那么后边呢，至少服务社会，那服务社会这个习惯，在学校去学习的时候呢，就要开始有这个习惯。所以呢，不光大家对囡仔服务学习是非常非常注重，非常非常注重。所以呢，咱有市长，有议会，还有呢，管政府。你们爸啊，你们妈啊，跟大家呢共同来为咱的长春食堂呢来打拼。我头先讲，每一个人食到百二，决定是无问题。所以这边呢，咱祝福咱长春食堂营营发发。咱在座的长者呢，每一个人都食百二，多谢，谢谢。请进。也到此圆满结束，再一次谢谢我们的来宾。一二三，西门长青食堂赞。